那个第一眼让你心动的人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是的，可我最不喜欢分别。也许我们可以约定5年后在这里见面。5年？那太久了。那1年呢？好，1年。那6个月呢？6个月。6个月后我一定会来的。你的火车要开了，说再见吧。拜。Goodbye。Goodbye。Later。就是两个害怕独处的人一起逃避。